我在龙腾会社一番赏游艺场的这个门口呢，爆胎了。为什么会来这边呢？因为我在这边遇到一个熟人，他叫做王新田。这开场很不友善。他非常非常非常热心的告诉我说，我弟啊做这个一番赏龙腾会社现在做得很屌，他说想要跟我来 PK 一场晋级的巨人抽 A 赏大赛。结果我先说我输了，好不好？我输，我直接说我输了。我先处理啦。我跟你说，虽然说王新田他是派他弟出来跟我应战，但是你知道我跟他的交情也是蛮深的。懂吗？你们第一次见面吧？我有看过照片。网友。但是我跟你说，我对人真的是超屌。有一次我去跟哈登见面，他呢就签了一双那个签名鞋给我，就传讯给王新田说，我真的很喜欢哈登，就是请那个 Kid 可不可以把那个鞋子割爱给我，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我想大家朋友一场 ，OK， 我就直接送他一只。我帮他加料一下，其实本来没有说要鞋子，只是跟他说可不可以要个签名，然后他就送一只鞋子来，我觉得这有点，我差点以为要以身相许。我不敢，因为本身没有在赛车，我不太好啦，所以他这时候还拿了这双鞋子来，本来要以鞋来认人，但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把珍贵的一些收藏品放回我花莲的家，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带上来。所以今天一切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我就直接问了，里面有 A 赏跟 B 赏。我们这边店绝对有，绝对有。待会就抽到 A 出来为止。他不敢不这么讲，因为我车轮子直接爆掉一颗了，还要还这个报恩一下，跟 Kid 哥要了很久，终于见到本人，是关心一下。不要！我必须讲，我今天这种店，我其实跟王新田讲说，我是平常不太会进的，我其实没有收藏过任何有关于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他那时候就画一个大饼，叫他转达给我说，你跟 Kid 哥说，他来，我直接让他抽到 A 赏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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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直接帮我跟你弟说，这些东西我拿到之后，我现场在宅男们面前。我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今天呢有一个 PK 的对象燃起了我的斗志。听说你们这边有进最新的一个什么？日本前天才上市的，我们今天就有晋级的巨人一番赏。我想要知道他对于宅男们心中的重要性。他已经好几年从来没有出过一番赏，通常七龙珠、海贼王可能每个月都有，但是这一套呢几年才出那么一次。对于宅男呢，就看你喜不喜欢晋级的巨人。他今年动画完结篇在秋天会上，所以现在只要拿到这个 A 赏的人，根本就是可以横着走，可以车子破胎也可以走。好啦，今天这个晋级的巨人，我就是势必要抽到。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就可能抽到之后，我们再想说要怎么搞，因为说不定我拿到之后，我发现旁边充满了那种炙热的眼神在看我的时候，我会看要怎么样。这些都是排在你后面准备要玩晋级，真的假的？他们从三点等到现在，我亲自去桃园拿货。所以日本其实是已经上市了，2天而已我就拿到，我们是台湾家是算最快的。你这几年你们家给你去日本读书，然后你却做出一番这样的事业。你真是太对得起你父母啦。妈妈以我们啊。对，我也觉得。你们这是第一次同台吗？他以前有参加过我们凯沃梦幻之旅。你有参加过巴豆？你会走台步吗？姐姐给我一点小钱我才去的，好不好？今天就是来跟你 PK 一下晋级的巨人。那我们请我们的员工帮你介绍一下。我跟你讲，帮他上 IG， 帮他上 IG。他今天就是特别有诚意的，穿了一个不是员工制服的衣服过来。没错，老板要求。我跟你说，我看了别人抽一般赏，他们都会找辣妹。我不用，我觉得颜值够高就 OK。谢谢啦。而且不要忘记了台湾第一。老嬷，没有，还没自我介绍。嗨，我是猪猪，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一番赏呢，就是我们晋级的巨人的一番赏。是，然后它特别的点就是它这一支是第一次出的，超大支的 Master Lights 的爱莲的载具。所以我想问一下，像一番赏今天的话，总共几个签呢？它这边的话，这套是80个签。80个签，这边是它的配率表。是，对，然后它 A 赏的话有两支，然后 B、C、D、E 这边就是80个里面会有这样子的配。对，然后每一套都不一样。然后这套的话，它是三种的大公仔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是两只亚克力牌，比较特别。哦，所以当然是 A、B、C 是最好的啊。对对对。一支签要380，差不多啊。然后你们从下午3点就在等这两支。那如果我等一下不小心抽到了，走出去不小心掉到地上，不小心踩过，你们的心情来访问一下。感谢，继续抽、啊，感谢，等下一套继续抽。你是这种心态？对对对。今天有打算花多少钱抽到？
一万一抽，你秀卡巴耶利来哦。好，这样子啊，就是看谁先抽到，并且付自己跟对方的今天所抽的所有的费用，跟爆胎费。爆胎费我就算了，爆胎费我自己处理啊，算我欠你们姐弟的啦。我来这边抽个一番赏，要花我两三万。好啦，来来来，我先跟大家讲，因为其实一番赏最近在台湾蛮流行的，而且我觉得很多 YouTube 都会来抽这个一番赏，然后拍成 YouTube。但是我跟你讲，你们就是这样子盲抽，就是在炫耀钱多嘛。所以这是要有一个方式的，你要评估，你要分析这个做一番赏的人，他会把 A 赏放在哪边，要么就是 A、B 赏都没有放在里面。老板，你们有经验吗？有大概知道这件事情吗？防守的人有差。我在防守，大进攻，他给客人抽的话就特别运气不好，然后就守不住。像那个什么，我们每次去赌场，他们就是比如说荷官的手气不好，就会换荷官。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的评估就是说，他们就一定想说 A 赏因为放最下面，所以你要抽第一张。但是说真的，他就是在前面。你想那么多没有用，我不知道啊。因为大家会这样子，这样会这样。跟你讲，几率就是这一张 A 赏。你怎么又抽那么下面？没有，旁边直接跟大家宣告，这张就是 A、B、C 其中一个啦。应该是毛巾吧？敢不敢外岔嘛？轮子。好啊，轮子。轮子，这个只要 A B C D E F 都不是的话，好，我抽到了，我轮胎要换那个 P S 4 、好，来喽，各位观众，来举伞，所以这个已经就是380了，对，换你，换你，你先抽一个，你抽一个，我没那么多迷信啊。其实王新田这种运气真的蛮好的。那你要跟我外差什么？轮子一颗敢不敢？你如果你抽到 A、B、C 其中一个，我就当场告诉大家你一个秘密。为什么啊？造福观众啊！多抽多衰，我觉得你完蛋了哦。烂啊！但是都比你好 ，F 啊！一人抽五个，要不要？好，抽五个。你们做这么多年，你们有看过最快抽到的？哦，一抽就中大奖，三抽大奖，那一盒不就爆掉了？对啊，我们就会做个加码，例如说再玩一些小游戏啊，一次三抽啊，全部都 F， 再送一只爱莲。我们两个运气应该不错吧？等一下，我这颜色不一样的哦。啊，一样 F， 哎、欸，都是 G 哎，老板，哎、欸，老板，这老板有问题哦。走，H，、欸、更烂哎、欸，没有没有 ，H， 哎、欸，老板、欸，这是什么啊？又是 G， 我们要先访问一下，今天有抽到一张就得到的，今天是有去拜拜，然后什么的状况下，没有，今天就是测那个每日运势，所以今天运势很好，还过得去，然后就抽中，就不能再抽了，一天一次，哎呦，我过一下过一下，OK OK OK，G 又是 G， 哎 G 哎 G 哎，你这老板搞什么？G， 目前的费用是12抽了，谁来买单？4500了。通常客人在这时候就无法回头了，他会继续玩下去。对啊，我无法回头，因为这个几率越来越高了。我今天不肯回头啊！你中毒了，中毒了。你也走不了啊，因为拖车还没来。我刚刚我原本的那个整个气势很强，就进来就是要拿走，我就被那个巷子旁边那个角落拐到。G 哎，我跟你讲，有可能现场的观众都是他们自己的暗装、啊。我就是一番赏，我就抽到了、啊、一个380嘛，乘以80张嘛，就是30000块包套。今天如果包套，我觉得就太瞎了，你要很随性。那你要怎么展现你的随性？为什么一直是 G 啊？跟你讲，我先直接先呛喽。今天这一盒就是我跟你就是包了。如果里面真的没有 A 赏，我们就联合把这间店拆了。你敢不敢？会有黑道来是不是？没有，会有那个道路救援来。干嘛啦？干嘛啦？你就是一个不经意嘛。干嘛啦？哇，不是 A B C 啊！中了一个那个伟大奖，它叫做亚克力牌，但是很大一片，去哪里拿？这叫大。没有 A B C 啊。小哥，你现在是用哪一颗镜头？1635。你刚刚是用广角吗？对。你刚好拍到我刚刚在不经意，他说抽到。第一的时候，你也不经意了吗？然后我就不经意就是开了这个嘛。你刚刚有没有拍到？我不确定。干嘛啦？干嘛啦？你就是一个不经意嘛。因为你的不经意，各位观众。哇！村长好帅！谢谢猪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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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A 呀？这东西我真的其实还……我靠！喂，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抽到 A 赏又如何？还是要拖车。他一个人操作。
快乐。那个一定要拿、啊。什么？你拿走？我不会。对对对，私下交易哦。抓到抓到。哎，所以是等下你们两个姐弟来骗我钱的、啊。如果今天是我输了，哎、啊，等下我就莫名其妙赔了一个轮胎，赔了5000块。哇操，被抓到哎、欸！你又不认识。啊，我们改抽那边好吗？因为我也要转运一下啊，我在这边真的背到爆。我姐要花钱抽到跟你换，可不可以？对啊，我等一下考虑一下。而且我跟你讲更屌了，我的车已经顺利的送走了，我等于是卸下了一个大石头，因为那边也有人付钱的嘛，也就是你本人嘛。这边一抽就中，哎呦，哥吉拉，日版。一抽才330比较便宜，50块。因为日本的签已经没了，这个是日版的哥吉拉，所以他们自制自己做的这个，中奖率会比较高。一般正常来说，80抽里面只有3只、嗯，但是我们这个120抽里面，你算一下，我们哥吉拉有几只？2、4、6、7只。然后有一只叫做最后赏，通常是包套才能取得的，我们让你们可以直接用抽的。不是套什么部分 ？SP 这一只哥吉拉，它那个时候它是还没有变成那个红色，那个什么红脸呢、喔？对，红脸是这里。啊，这个是黑脸，红脸都讲得出来，我就知道了吧？红脸是什么？红脸就是这个啦、啊。那为什么那个比较好？最原本永远是最好，莫忘初衷。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你去找人家做的？因为现在长签太猖狂，这个基本上它所有东西都固定在上面，所以我藏不了。虽然是台湾人的印刷厂制作，除非是他跟印刷厂有勾结，有勾结我知道号码也没关系啊，他就是在那边，你们也是试得到。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问这些？其实是对我们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真的要花钱。做这件事情、啊、虽然是在考试，但是他都可以直接帮我就说哎、欸、我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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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了就比较安心。一般人都会先抽旁边这边，又要分析了，但不是正中间，正中间的话就是这个的旁边，我要抽这个，有想法对不对？这是什么想法？你们是很盲从哎、欸。我想问这位刚刚帮我跟泰国老婆翻译的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David，David， 以你多年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他得到 SP？几率是应该有个30%吧，我就要他这30%，再加我的70%，刚好100%。你选一个，你选一个，你选一个啦。我跟你对照啊。来喽，1、2、3。在干嘛？在木木房间。对啊。不要什么东西都放木木房间好不好？我想先问一下，这个龙腾目前来说，在台湾拿的货。比人家快的原因是，原因就是加钱，然后走日本空运，之前在日本都待过，就认识一些物。那我们多花一点钱，让他早点到，因为我们觉得一翻厂是抽一个新鲜，算是比较佛心来着的老板。在看出来我家不缺钱，我跟你讲，你家好像真的不缺钱。来，再来，我看一次抽三个，那你先三个，我不要被你看到我的走向。N 是什么啊 ？N 没有东西哦 ，N 没有，连奖都没有、欸。对啊，就是一样，就是刚刚那个小奖。M。你以为会跟我不一样吗？一样，我们是一样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可能大家都不会抽的。L M、欸。你们要抽的时候要有逻辑一点，就是每抽一张都是要铺一下路。有些人就是你知道吗？他的九宫格啊，什么意思啊？因为他的几率问题啦，就是可能。它的九宫格一定它会分散嘛，所以九宫格里面如果说已经出现了3、4个没有奖，它一定会分一个奖。那我是对的。干嘛？不要被老板引导，你们王家人真的是不行。老板可能知道是哪一个，他暗示我们九宫格。所以他的脉络的问题，就是说啊，你们要做脉络的问题。你还是不要相信你弟好了，你弟已经走出台湾太久，他现在有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泰国人。我跟你讲啦，你看哦，注意了，来了，哥吉拉是一个地球上我自己认为有的生物，所以它会出现在一些三角中心。哎呦，哇，对呀，对对对，哇哇，我讲这个，他们宅男们是很兴奋的呢。你是头号粉丝哦？不是，他们以为今天来的是圈圈，不是你。他知道我，但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是谁。三角，中心点，中心点。那我的继续我的九宫格，要不要算一下你今天花了多少钱？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要抽到 SP 啊，谁能给你想多少钱？九宫格没效哎、欸！我跟你说，他刚刚那句话就是跟他弟在那边讨来暗器，有没有？他就说：“哎、欸，你要就是脉弱什么九宫格，所以下一张就是在这九宫格里头。你以为我不能过来抽这边吗？我是可以的。哎、欸，你们两个不要一直在偷来看看去看看去好不好？那就这个吧。”骗人呢、欸！我跟你讲，我想一下、喔，他说他这边是120抽，然后有12个奖，但是他里面说真的没有奖的也居多，所以这又是一个数字跟几率的问题。有啦，有这个。
我们现在抽到这样子得到一个这个，你觉得嘞？不止啦 ，L 都有啊。我跟你讲，九宫格是他的。又是恩，你死定了！你先抽一个，我老婆要出场，她有灵动，我老婆她才会这样子，这样这样子，她就进了。她有这体质，她有这体质。老婆来。M， 我想问，这是有规律的吗？没有规律。对啊，这就是运气啊。那个抽不到的时候没有，你问起吗？他也是那个。有规律，有放屁呀！你只要中一个奖，旁边九宫格基本上会再一个。哎呦，九宫格都没中呢。九宫格都没中，那就换另外一边。因为有一个人中大奖的时候，我们会贴一个钟表，然后他们就会去推算其他大奖在哪。我先问你，你知道？我不知道在哪。周旋，你知道吗？干什么？为什么要犹豫？你觉得这会有吗？班长第四排，这就不会有。第四排，一二三四，你就这边有一个。哦，我懂他的意思了，因为他的每一排都出来都没有什么奖了，他这一排就会出现一个。而且刚刚有讲九宫格，现在九宫格真的没有。如果到最后这边就是那个 SP 的话，你会干死。那我要把它抽完。好，你抽啊，我要抽完。我听他的，我抽这个 L。老板，我知道了。老婆过来，老婆过来，老婆过来。今天情人酒来那边给你抽一番赏，先亲一个再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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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G 赏。A B C D E F G G 有没有？哎，哇！这个时候有出一个大奖哦，更好推理，每个人都看得到那边出大奖，然后开始推理。好啦，我给你明灯，我给你明灯呐。我其实已经知道是哪里，很明显，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一番赏被我攻破了，龙腾，我就知道从哪一个。是吗？我讲真的，我就知道从哪一个。确定吗？会这样连续吗？那我可能是大的，因为你这只是小的。永远都不要相信敌人的话。你现在是防守哎，没错。来，我来跟大家讲这个奖项呢，它会出现在这个。来，来，没有。确定吗？周围吗？还是这样对称？人家就给你周围九宫格，你就要抽。这样已经这样了啊？这样吗？没有。永远不要相信敌人的话。左边那张也算他的九宫格。九边那张？对，因为他原本是连在一起。我觉得很荒唐哎，这些言论怎么可能呢？啊，不必然。福音，哪边？哪边？哦，这个，三告，他有纸哎，把它卖掉，把它卖掉。你要怎样？你要北是不是？没有啊，我要那个啊，找出一个好数字啊，333好不好？你们可以自己把它弄成数字，左边一号，右下。各位 ，SP。我刚刚整个有感觉，就是抽到的，比喽。这个也太难抽了吧！整个脚都没有哎，好扯哦。我知道了，其实这群人真的都是他们的那个装脚，因为他要让你就是很难走出来，就说啊我不要抽了，然后旁边说快了，花钱请旁边就可以了。像现在这样的话，就算是叫做配率不错。我跟他就是把那个名字弄得这样很好听。以前我们都把抽那个，然后就给你那个吃那个红猪公那个，对啊，就很开心。这比小时候截脚抽汽车，我觉得好玩一点。快点抽一个啊！生日好，一二三四，1234567，4月6号。4月6号，牡羊座，不可能，牡羊座没有偏财运。好，没事。A 龙啊，就 A 龙。你的生日要不要？221嘛，1212，1。哦，随便。F 场。哎呦，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那个脸，那个脸。F 场。哇塞哇塞！太卡！我刚才没有那么兴奋。F 太后面了。我请错人了，我应该要请昆达来的。各位啊，真的是不要娶她、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啊。猪猪，我来了。F， 可是我跟你讲 ，S 偏帅。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没跟你讲，我们岩鞘部落曾经做过一个我的好朋友哥吉拉的爱好者，所以我对他们是有一个连结的。那你是不是想要这个？我想要设置，然后我要去卖它，我赚一点成本回来。还是你这个，然后跟
爱莲换一个。不要，我爱莲现在最爱莲，他现在最想要。我现在即时动态，我今天发一个说，我现在抽到这个。各位，我现在在这个龙腾会社抽到了这个晋级的巨人 A 赏，有人想要吗？请留言。大家都很想要吗？他现在真的大家都很想要吗？我完全不懂哎，我完全不懂。而且听说是我是台湾第一支拿到。对呀、啊，他刚从机场接来的。哎呦，哎呦，哎、欸，不要娶他，他很衰。哎、欸，怎么样？这三个。换 SP 不是啊 ，SP 又不是你抽到，你在讲什么？我跟老板协商。N 有没有？你不用这样子。木木一月五号生，来喽，注意喽。一月一二三四 ，N 一二三四，又利用我的木木。嗯，木木，你这赔钱货，应该让我老婆才对，因为木木现在就是只能被接受，他没办法给我们东西。我老婆，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好的，你是不相信？你笑我，你笑我，我等一下让你看到什么叫做笑，来告诉我是什么。我真的不敢再抽了。我跟你们抽到 SP 才能走、哦，我车都走，我现在真的是不回家了。M 有哎、欸，有吗？他以为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惊喜？你以为你得到什么惊喜？来这边直接给他 L。哎、欸，没有。哦，来这招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到底抽多少了？我们现在已经好几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为什么？敢不敢拿出330出来啦？没错，我付，没错，我付。好，哎、欸，他付哦。好好好，等一下330先拿出来。来330。330。哎、欸，我不懂这夜班赏为什么可以聚集那么多人呢？你看外面，外面也有一些路人。是要看你。讲多一点，讲多一点，那个气势来了。就是要看村长，你接不落。谢谢。你在拿错货。M。抽了啦，没了。哎、欸，就是他。什么？有了，有什么？这个吗？哪一个？我好像抽到了、欸，终于！哦，恭喜恭喜！那我这可以换爱莲吗？目前你想拿这个跟我换，我觉得水莲一份，野人火锅可以给你。姐姐的。哎、欸，不行啊 ，SP 一定要抽出来。SP 抽不到吧？哎、欸，不是，因为如果现在不抽，他们就会冲出来抽。老婆，你先出来再抽，一二三，抽三个。SP 这样，就。没有1000块吗？一个 N 三连抽，有这个技法吗？有这个技法。SP 要怎么抽到啊？把。SP，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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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哎、欸，所以他这个排序是什么啊？一二三四六七，野人七要部落，哇、哦，野人七要部落，没想到，可以取，可以取，已经取了。哎、欸，不要取了，兄弟。噔噔噔噔，绕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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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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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我跟你讲，借此还是要跟大家讲，我觉得这边龙。哎，那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一边花了多少钱？这个赏翻天到底抽了多少？4 5 4 6 4 7 4 8，以运气来说是好运的，因为没有过半。15840，再加上刚刚那边多少？那还 OK 啊，还蛮多东西的，还蛮好的。15510，哎，你干嘛？这位小姐，这个是我的。哪一个？这个是我的。你又不认识他。我跟你讲，我看到大家那边啊，那种感觉我还比较爽。
好玩哎、欸！其实一般赏，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大家一起的感觉。你说现在这样吗？你们每次抽都是这么多人吗？还是其实蛮孤单一个人？有时候蛮多。因为我觉得一起这样子集气蛮爽的哈。他们有每天都会线上抽，这有点像那个，就是有些人抽，有些人在看烟火，因为他们没有付钱看别人抽，很开心。哎、欸，我先跟大家讲，我觉得很有可能安东尼他就是我们的老板，极度会把另外一支等一下直接给他寄。为了防止这样，我现在开放大家可以去抽那边的那个进阶巨人的部分。村长付钱吗？我会那么白痴吗？我好帅！我哎，村长，来这边给你。一切都是开玩笑的，我知道。耍帅的，耍帅的，村长好帅！有没有？我就随随便便送给别人了。哎，这是，哎，这 SP 我要，我比较爱这个。爱莲来换。哎、欸，讲什么啊？你在讲什么？没有，我来哦、喔。好，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龙腾会社，然后老板安东尼，你每天都会在吗？有时候是猪猪，因为他通常都是在跟日本人交涉，其实会有很多的一般赏，特别的一些大家喜欢的一些动漫的人物啊，或是一些好玩的东西，像比如说七龙珠，因为七龙珠是很常出啊，七龙珠是最常出，而且价格最高。那为什么今天不抽？你不认识啊？我认识啊。你认识？来，魔人普乌啊。我是不会问你这个的啊。这个就是那个小比克啊。这谁？达尔的儿子。那这谁？悟空啊。好像错很多哎。那好，我问你这谁？那个是小比克。所以呢，龙腾会社呢就会准备了很多比其他店家可能还要再早一些些的这个一般赏给大家抽、嗯。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大家如果对一般赏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个龙腾会社来抽这个一般赏。OK， 这位是安东尼，我们在几年之前用一支血结下了一个友谊，这次他就让我抽了。情人节啊，老婆啦、啊！我情人节送我这个老婆的礼物、啊，我应该会打吧。如果下次有这种厉害的一番赏，可以再找我来。没有问题，我觉得有点兴趣。找这种跟他一样运气很差的，没有意思，不好意思。好啊 ，OK， 那就这样咯，下次见，拜拜拜。真的啊，送给老婆，最后一个、欸，最后赏要包套才能拿到，最难拿到，就跟刚刚 SP 是一样。SP 抽得到，这个抽不到，这个你要全满才可以拿到。你要一个人全满才会有。这个基本上我们已经废套了。感觉就是最后赏不会有人抽到最后，那我们就送你。所以你们就看你们什么时候要包这个最后赏给大家。对对对对，因为大奖只剩一个、嗯，但是还有好多小赏、嗯，那大家可能不太会抽，我们就会把赏全部收集起来，以后再做别的活动，我们就会多出这支最后赏。哇，哎、欸，这玩法蛮多的哎，不要浪费这个就剩下的。对 对, 對，我跟你说，我现在要开箱进击的巨人，在这边跟大家讲，因为这是我刚刚努力抽到的，旁边是猪猪，他。正帮我开箱这个全台湾目前第一个拿到的，我决定把它抽出来给大家。以下留言，刚刚我说谁年纪这么大了还嫁不出去，请留下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我想要晋级的巨人爱莲，我就抽给你，好不好？哦，哎，我不想抽了，不要不要我，哎呀我哎我真的不想抽，我要把那个红莲抽掉。哎、欸，不是，我看到之后整个不想给了呢。这很好很好，但是不是它很有质感呢。哇，哎、欸，我刚刚那个不行了、啊，那个我们要送人了、啊，那个我反悔了。对，你重来。各位，我现在开箱的是我刚刚抽到，目前来说应该是全台湾第一支的晋级的巨人。这个超好的。他不是别人，他就是 A 赏，好有质感哦。虽然说我没有看他，但是王新田一直跟我要，我是不会给他的。哎、欸，不要那么小气。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晋级的巨人加始祖巨人，就是好几个巨人的合体。日本礼拜天出，然后现在是台湾礼拜二。好，各位观众，我决定把这个红莲抽奖送给大家，这也是我刚刚抽到的，而且它是日本。以下留言，我喜欢在龙腾会社抽红莲哥吉拉，可重复留言，可重复留言，好不好？抽到就直接送给你。小老板呢、欸？小老板呢、欸？可爱、欸。有没有小孩是喜欢胡渣的？他肌肉重去我老婆的前公司，你到底想干嘛？你是有跟人家聊天哦、喔？我很多话晚上想好，你老婆聊不是，不是。